少说两句哈。嗯，我叫 Peter， 到这边呢是做砍树的。如果说家里面有砍树找我，如果说你们的树风吹倒了，我给你们免费搞。哎呀，哎呀，一个一个的免费，一个一个的免费啊！我们这边福利太多了。好，谢谢大家哈。就陪他。你还没有讲你是村子哪里人？衡阳。我，对，我算衡阳的。他不算我们村子的。他在你村子待过，是我们衡阳人。